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，我是勇哥黄永文。今天是10月24号，礼拜二。我们看大盘走势，大盘走势以后开低以后走高，那怎么看呢？上涨了58点。那其实来讲话，昨天来讲话就感觉会有破低的风险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接近前波低点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，哎，如果你持股有问题的话，欢迎来电洽询，这非常重要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大盘来讲话，是说收敛影响，受到辉达大涨影响 ，AI 概念股尾影创新高，短线呢也有初步的止稳，但由于台股跌破前低，影响了技术面的氛围，后续去观察美股止稳的时候，台股应该就会止跌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各位它在下跌过程之中，其实来讲话它都没有越过5日线，表示这个行情是偏弱的。所以我是一直跟大家讲，台股是有点偏弱，那果不其然真的是破前低了。我们看一下前低来讲话是16202跟16203，那接下来讲话最低是16163 ，OK， 好。但是来讲话，你也不要看得非常的不好，应该就会有反弹的机会了。基本上来讲，它做小小的下影线以后，它有机会持续往上反弹。那反弹的话，我们看这边，如果是真的有转折的话，它的高点会过；如果没有过的话，可能又慢慢的往下走。所以大盘来讲话，走势可能会比较波幅不定，上上下下的就混沌的走势，那基本上来讲它是比较偏弱的格局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美债来讲话，义和团重现江湖，十年期殖利率升破了 5%， 各位，十年期的殖利率债券的话直接升，各位，我们像一个飙股的形态，它就是往上飙，往上涨。那什么时候会结束的时候，其实债券的抛售潮才会结束。我想最大的债券的苦主应该是中国大陆，之前美国债券买最多的应该是中国大陆跟日本，所以来讲话，他们应该受到影响非常大。但是中国大陆来讲话，它现在缺的是现金，所以它把美债卖掉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台币来讲话，跟大家讲是一个盘整格局。那说到美债殖利率攀升，加上市场担忧以巴冲突扩大，随着外资热钱汇出新台币来讲话，受到央行的强力进场调节，未来我觉得可能会有喝咖啡的剧情产生。所以说各位，现在讲话央行这边呢，可能要稍微出手一下，将新台币微微稳住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或许它就不会再做一个贬值的作用。那贬值的话，如果再持续贬的话，那可能就受不了，可能持续往上涨，这样子的话可能会一些进口商会受不了，这样子的话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那其实最贬值的话是外资绕跑是最严重的，所以各位刚才讲话新台币于7年新低，所以像各位它持续贬值一直到32.348左右，昨天有曾经有稍微跌破，那其实来讲话一定有跌破的话，表示说外资可能会持续绕跑的机会，如果不要让外资把台股卖掉的话，尽量的贬值守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或许台币能够比较稳定的话，外资才比较不会容易卖超台股。但是我觉得因为台股现在偏弱格局，尽量能够马上拉升的话，其实来讲话可以对一个多方比较有利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其实我外面来四大名师，台股有记忆之谈，只欠东风。那欠什么东风呢？有待美国殖利率从高档拉回，科技股将止跌回升。它有稍微有状态之下的辉达，如果能够止跌回稳的状态之下 ，AI 概念股不要再持续跌了。最主要是说它现在有打底的机会，那打底之后往上反弹的时候，或许会做一个第二只脚，再往下跌的时候，或许对整个盘面比较稳定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那各位来看这边，那欢迎加我们的 Light， 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。其实我跟你分享过很多的标股，你看我节目的话，科教 OK 分享了非常多次 OK， 还有之前的华晨 OK 华星光都是非常大标股。那标股的话，这礼拜其实来讲话，我们工商五码 OK 终于出现一张涨停板了，6139的亚翔涨停板。各位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？各位在上礼拜四的时候，我分享过亚翔6139。那其实我一直跟节目工一直跟大家分享，哎，半导体设备世雄抢扩产商机，我在供应链移转布局带动之下，我看好的就是属于亚翔6139。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，我应该连续讲了大概3到4天左右。我礼拜四跟大家分享 ，like 分享完以后，果不其然，它真的有大涨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利多行情。它其实受到一个人工
手工程专业订单畅旺，由于进入专案工程施工的高峰期，带动下半年优于上半年，带动今年营收顺利连三年新高。所以亚翔在十月十九号的时候，其实这几天都表现的都温温的，6.94%。OK， 十月二十三，各位它上涨了1.29%。那今天十月二十四号，各位上涨了9.78%。我们看一下亚翔6139。OK， 好。果不其然，跟大家分享完以后，第一支的话应该跟大家分享完以后涨，买进去以后就慢慢涨，慢慢涨。果然今天涨停板的，所以我的股票来讲话，我没有办法说天天涨停板。我希望说每个阶段里面都有一支涨停板算不错了，五档里面都有一根涨停板就算不错了。基本上来讲，会涨股票其实都是同一个样子。但是有时候你会买进说，哎，转折点买进的时候，记得转折点买进的时候要持续的过高，才有办法才持续的往上做翻转动作。这就是一个操作强势股的方式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。那其实来讲话，跟大家讲说系统啊，逐季转强，认购热 ，OK。那系统是一个发散格局，说为 AI 晶片制程瓶颈，在 CoWoS 先进封装之下，联电打入辉达的供应链，抢食 CoWoS 的系中介层，而细制材由系统去做处理。那系统来讲话，各位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十月十三号的时候涨了6.1%。十月十六号的时候，卷资比40.32%。十月十七号的时候，各位稍微涨停板的话，稍微拉回。十月二十号的时候有被处置过了，各位处置完以后0.56%。十月二十三号0.55%。那最近来讲话，我认为它如果真的要涨的时候，一定要慢慢的过高，它已经被处置股了，它要出货也不容易，它只能慢慢温温吞吞的往上涨就可以了。我们稍微看一下系统走势，2363。OK， 好，它虽然稍微有拉回，那我觉得说今天盘到这个地方，盘完以后可以持续往上的时候，可以多方比较有利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我记得我们在十月十一号的时候分享过这档股票叫做立台2465，你应该有 Light 的话，我就公开分享。其实我 Light 的话，很多分享公开分享的股票，很多都是属于强势族群。那强势族群的话，我看这边立台有什么利多呢？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它是个发散格局哦，强化 AI VGA 的相关业务及 AI 软硬体整合解决方案布局，预计在手签约的辉达 A800H800 系列 AI 伺服器产品带动整体营运上升。十月十三号的时候，各位上涨了0.58%。十月二十三号的时候，今天就涨停板的 OK。那十月二十四号呢，各位也是涨停板。我昨天有跟你分享说，哎，它拉回了，有机会持续过高。果不其然，今天就涨停板了。我看一下立台2465。OK， 好。我分享完后，各位拉回完以后是不是过高？所以会涨股票真的你它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那种感觉，也就是说股票会涨的话，其实它都有同样一个模式底下去做一个操作。那既然讲话操作一个强势股为原则的话，或许你的赚的会你的费那个价差比较快，所以各位，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赢家三部曲，记得我们有先前的预告，都有提前预告给你。OK， 好，刚刚的那个6139的亚翔，我预告给你吧，都有。其实之前的科教啊、华星光啊，什么都有提前的预告给你，有没有事后验证？有，前顶的话有验证过给你看，真的有买进，然后往上涨。获利就看你什么时候卖出的话，都是可以获利的机会。基本上操作来讲的话，你只要能够买对一个时区，你应该什么时候赚钱都是可以随时的去获利了结。你获利的话，你可以卖在相对性的高点，或者是卖在中途的时候，你可以下车，其实都可以享受一些的涨幅的一个利润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加入 LINE 重不重要？当然非常重要。OK， 将会有第一手消息分享。所以我的 LINE 其实来讲话，应该没有写的非常非常多的资讯，但是我来讲话有非常多的标股在里面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扫描我们的荧幕上的 LINE， 很重要。加入我们好友，请把你的大名跟联络方式留下来，然后我们助理，我们特助会把资料送给你，这非常重要。基本上来讲，因为助理要把资料送给你，要知道你是谁，这样子的话可以把资料比较明确的跟你讲，分析的比较清楚，跟你分析说，哎，什么资料送给你，这非常重要。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工商的一个十二生肖的股票送给你。有时候股票好操作的时候，真的比较会飙；有时候操作难度比较不好的时候，当然讲话股票能够涨停板算是还不错，像我们亚翔还涨停板算还不错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你还记得吗？细光子除取的话，我们用华星光跟前顶收割题材的红利。细光子先进封装呢是市场的当红明星，所以各位，细光子我跟你说什么利多呢？其实工研院有指出，加入细光子的技术，资料传输可以提升了8倍。
第二个，功耗可以降低 50%， 提升30倍的运算力，传输速度快，而且距离远。OK， 当时我跟你讲说，矽光子是一个主流，重启涨势，同退光镜的趋势带动下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矽光子的族群，各位，我跟你分享过华星光、前顶，今天跟你讲是光盛。其实来讲话，我每档股票都有跟你讲过，会涨股票其实都有想得到一个价差的一个方面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那你还记得吗？我有买过前顶4908，76到78元，当时候买进是礼拜五的9:17，礼拜五的9:38，恭喜狂贺前顶挣了7.3，亮灯涨停板，再创波段新高，续报即可。那前顶来讲的话，各位在 AI 趋势下，光通讯将成为关键性的传导工具，矽光子的技术封装方式，预期前顶长期经营利基型的市场，提升技术，参与欧美标案，股价创下新高。所以跟你讲前顶的时候，各位10月16号，各位看一下这边3.33%直接的创高，10月18号，各位9.95%创下新高，10月19号，各位它创2.99%创下近期新高，10月24号，今天又涨停板了，4908的前顶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OK， 好，我如果说，哎，这边来讲话，稍微要注意一下，那稍微注意一下，你不要去放空它，我不是叫你去放空它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所以各位股票来讲话，不要所谓的高点就去放空它，千万不要这么做，因为高点有时候还不小心还会过高呢。所以股票来讲话，你只要有持续多方型的股票，稍微抱一下的话，其实来讲话可以慢慢享受到一个获利感觉，而且在盘整的时候，它既然没有破相对性的低点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它就持续过高的一个喜悦。所以股票来讲话，在低档的时候，我们有跟大家分享 ，OK， 转折跟大家分享，那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涨上去的时候，其实来讲，我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哦，你也不要去放空它，你放空它的话，真的会比较危险。所以股票来讲话，这种型会接近光口下比较有稍微比较大的卖压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，谢谢各位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2-5858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02-8512-5858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环境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，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。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，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，勤洗手，脏卫生，肠病毒远离我。我节目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观念，我看这边，坚持做对的事，而财富自然来。所以各位买股票就买到发动点 ，OK， 起涨点发现标股，买在起涨点，然后呢有发散格局的话，你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标股的乐趣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譬如说，我们6139的亚翔，是不是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，OK。发动点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开始慢慢涨，慢慢涨就飙上去了。所以每档股票其实来讲，它就是一
个发散格局。我想投资朋友最喜欢就是发散格局，也就是所谓的标股的意识。我想你们终其一生都在找寻标股，但是老师的话会比大家更早发现标股。主要原因就是说，在发散格局之中，我就发明说，出现转折的时候把它找到，转折买到以后往上飙，由市场去决定的它的方向性。真的可以飙的时候就稍微报一下，如果不能飙的话，可能要稍微做一个减码操作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买股票，各位，我们专业的买进 ，OK， 有成长型的股票，强势股常常买强势股，跟你分享 ，OK， 转机股的话也有机会。未有大行情的股票的话，欢迎来电洽询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，OK， 矽光子的创威。OK， 它是发散格局，收汇电信股、电信设备与 PON 的架构两大产品受惠之下，主要为光收发的模组及光通讯元件，受惠美国发展 5G 的基础建设与制药中心建制，带动出货量增。所以创威我跟你分享过，10月17号各位上涨了 3.43%， 10月18号的时候各位涨了 9.85%， 10月19号的时候上涨了各位 4.39%。 好，那来讲话，它是我们看今天表现如何 ？OK， 6530的创威是不是直接创下近期的新高 ？OK， 好，它拉回有创下新高，没有错。大家讲话，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边的高点，你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我就跟你讲说，稍微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它还是属于多方趋势。注意一下的话，不是代表说你要放空它，这非常重要。我没有说这边高点说，你要放空它哦，没有，我没讲这个意思。其实它是做一个多方格局，你要注意，稍微注意一下。如果你走低档，往低档买进的时候，你买在四十几块的时候，那你高档稍微要稍微获利一半，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性。千万别股票不要报上又报下，很多分析师带领的股票，我想应该是说报上又报下，最主要原因是他不会怎么卖出，因为有可能买了一篮子的股票，但是来讲话他不会带你出场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会的老师的话，就会起码会带你出场，在相对性的高点的时候把你的股票卖掉，把现金回收，这非常的重要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今天大家分享的股票叫光盛 ，OK， 好，6442的光盛，受惠北美大型云端客户 CSP 的输货光缆的交接箱，随着客户拉货，带动了营收及毛利率的双增。我们看6442的光盛 ，OK， 它也是矽光子族群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机会。可能有机会持续过高，所以稍微明天稍微观察一下，是不是有机会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你还记得吗？跟大家分享过了 ，OK， 兆力 ，OK， 前三季 EPS 看俏，大客户新款折叠机带动下，渴望双双跨越半个股本 ，OK， 那兆力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呢？9月10号。一点的礼拜一的时候，10点51分，建议买进兆力3548，买进104到105，持续上涨。买完以后，隔天各位9月5号礼拜二9点57分，空气狂贺兆力3548，挣了10.5元，亮灯涨停板，再创波段新高。当时我跟你讲说什么利多呢？其实我9月1号都跟你讲利多了哦。受到折叠式手机客户强劲，而手机营收占比看上40%，营收渴望创高。9月4号的时候有进去买的时候，受惠折叠手机客户订单强劲需求，第三季营收渴望优于第二季，不排除挑战单季历史新高。所以9月5号各位买进去后，恭喜会员涨停板 ，OK。那么9月6号兆力各位上涨了 ，OK， 持续上涨 ，OK。那么9月7号的时候，它也是持续的过高上涨 ，OK。10月17号的时候，各位看一下这边，它兆力有什么利多呢？收到三星、华为将推出平价的折叠机，渴望带动手机的渗透率，所以兆力来讲话还持续的过高。当天的时候，那今天10月24号呢？今天上涨了4.46%，稍微注意一下3548的兆力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讲话，看有没有持续未来有机会持续过高，盘整完以后持续的过高机会，所以来讲话。一定要有一个方式，说找到一个强势族群。如果说它真的比较强势的时候，或许有过高的机会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你有听看我的低轨道卫星的话，概念股你还记得吗？我们1月13日有跟大家分享过几档的股票，第一个股票叫3491的森达科，6.2亿，6285的启基39.6亿，2313的华通119亿。当时我跟你讲分享什么股票呢？就是森达科 ，OK。那森达什么利多呢？产品组成呢是微波的毫米波46%，射频天线有41%，电信与网络工程13%。
供应了低轨道卫星的零组件，这非常重要。那低轨道卫星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能取代的 5G， 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不能取代 5G， 它也不能是属于 6G 的产品。我在节目上都有公开分享。那其实来讲的话，跟大家分享说，低轨道卫星非常夯哦。森达科看望到明年与多家厂商合作，续增加交货的品项，今年毛利率攀升到 39.44%。OK， 好，前三季为 EPS 2.54元，所以来讲话，它持续的有机会持续过高。那我们看一下10月24号森达科 ，OK， 好，10月24号森达科3491，我们看一下这股票。好，接下来讲话稍微拉回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应该在这个地方拉回完以后持续过高，所以股票来讲话，只要能够维系一个多方的格局的话。或许它就是一个多方走势，那多方走势的话要该怎么操作呢？其实来讲的话，你只要延续的多方的轨道，你说它是不是有一个45度角往上走的时候，其实是股票最好做的那一段。其实你会发现说，标股怎么找的？标股来讲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科教4542科教 ，OK， 好。那接下来涨停板没有错，再来讲话，我们在低档的时候，这时候有发现它。其实股票要发现，在低档的时候，这时候发现它，其实你买在什么时候？买在发动点最好，这时候是发动点。发动完以后，两天以后，各位涨完两天以后，它就休息了。为什么来讲话？因为它避免散户跟单，很多投资朋友喜欢连红三兵的时候去跟单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清洗浮额，也就是说这时候进场的时候，隔天给你长黑格局，哇，你就吓死了。散户朋友可能会很怕说，是买进了就非常有问题呢，是不是要卖出了？隔天再一个长红给你，有增加信心的。然后第三天，哇，一个长黑，你会的花一样，你就说，这股票是不是怪怪的？为什么股票会？一红一黑，一红一黑格局，隔天再一个小红 K 而已。其实此时来讲话，你应该心里是五味杂陈的。你说，这个标股怎么那么奇怪？它真的有那么难操作吗？其实股主力来讲话，它也耐不住性子，后来隔一天就涨停板给你看的。这里涨停板的话，意味着它就是一个标股的前奏，所以它后来的标的话，就觉得说，就非常容易被抓到。所以操作标股的话，其实都。一切都是在我们的 K 线图中。那其实的话，你稍微会看一下，是不是发现标股，是不是发上格局？那么在发动点涨到它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想到一个漂亮的一个股票的利润。那基本上来讲，你觉得这边拉回来的时候，有的投资朋友问我说：“老师这边会不会止盈过高，要不要续报？”我那时候跟你讲说：“八十几块哦，你稍微要注意一下哦。毕竟来讲话，你涨那么多了，你可以说逢高稍微调节一下。”我知道投资朋友会看我的节目，那看我节目的话，我都有义务跟你讲说：“这边前高，这边你稍微要注意一下哦，你不要报上又报下。”后来真的从八十几块跌到大概51块左右，那今天两天又是创下近期的新高，所以来讲话，这种股票是。来回在洗，但是我不建议操作这种型的股票，毕竟来讲话最好赚的那一段就是这一段，我可以肯定说最好赚的就是这一段最好赚，后续这一段来讲话你赚的会比较艰辛一点，所以股票比较好赚的那一段你要必须要心里有数说，你应该找到一个起涨点，有这种意思，这时候你找到起涨点，你那时候买进的话你就不用害怕，时候你的停损点的话往上的时候由市场决定，当然来讲话这几天会让你坎坷不安，因为来讲话它就属于一个洗盘的动作，那主要洗盘动作就是在于说很多投资人喜欢跟单，当筹码比较少的时候，主力就会想把股票往上拉了，所以股票会拉的动作就其实很简单，它往上拉的时候你其实看得非常清楚，它是不是一个发散格局，沿着45度角往上涨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比较好的股票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其实盘面震荡的时候，各位需要专家度过危机，迈向获利，这非常重要。其实盘面，我觉得大盘现在震荡很大，每天都涨一点，一涨一跌，一涨一跌。其实来讲话，其实是比较偏弱，我就跟大家讲，它是比较偏弱的格局。但是来讲话，还是有好的股票，所以各位你必须要知道说如何控制你的风险 ，OK？ 追逐趋势，所以我们至少趋势来做，就是说趋势成型的时候去找趋势盘来做的话。可能的趋势比较好做，当然讲话有时候转折点的话一定要符合一个多方脉动，既然的符合多方脉动的话它股票涨得比较快一点，所以跟大家持续的追踪，所以我们要成为赢家的三要素要知道说必须要有耐心 OK 好，我们譬如说6139的来，我们看这边
牙箱，你买进去以后，你会觉得啊，怎么老是这么慢？他说没什么动，你要有耐心啊，耐心两天以后，第三天就涨停板了。所以你自己要有信心跟决心。所以来讲话，操作股票来讲话，你自己要一个小小的一个定心，就是说必须要知道说，哎，它是符合多方格局的时候，稍微抱一下。其实我说有时候没有会抱得非常的比较久最高点，但是来讲话，我尽量抱到比较漂亮的地方再出场，这是非常重要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所以各位，大盘现在拉回，逢低布局，未来会欢喜收割，这很重要。为什么大家都很害怕？基本上来讲，整个盘面来讲话是偏弱格局，我也知道。但是来讲话，不管大盘的话，只要找到好的股票，能够直接的往上去做飙涨的话，或许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看这边资金来讲话，决定有强势的族群。你说，你如果找到强势股，就是看资金在哪一个地方。像 AI 概念股，如果真的回来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做一波反弹行情，也是有可能一个强势族群。但是它不是强势，它是处于反弹格局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所以我们通常来讲话，操作一定要跟随市场轮动，操作永远领先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操作每档股票，你要记得我的提醒，就是说，尽量它是维持着多方格局，除非你做空，你找空的股票去操作的话，或许你的获利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所以各位，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，欢迎来电洽询。也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